帮好兄弟生病了。我一直在寻找爱情的目标。你好。你好，谢谢。请吃饭呢？我不是你说的那个花心微笑。哎呀，我没做多少，做了一口，你多少吃一点。我做了鸡汤呢，还吃饱了病才能好得快点啊。起来吃。哎呀，你别看这个就仨菜，我都忙活一个小时呢，你吃一口，多少吃一口。再吃点啊，嗓子疼是吧？你可以试试这个华素片。你不是嗓子疼吗？试试这个，嘴巴味道去去，你胃口也好一点。阿旭，你尝尝我给你炖的鸡汤，老好了，喝，尝尝，好好喝了，好喝不？好喝。可能不好喝吗？炖仨点呢。你这鸡汤咋没有肉啊？全是汤啊，太清淡了呀。那炖仨点呢，那个肉都炖没了，只剩精华了。你赶紧多喝点，喝完了那个出出汗，啊，病好得快。啊，你看这菜啥的，我给你准备的，除了你妈以外，就我对你最好了。以后你对我温柔一点，知道不？